你張台喺度做緊咩啊？整炸彈啊？係啊。物理 A 而家同你解救一下，呢、這個 Watt 係伏特，呢、這個 A 係電流 Ampere。而家我哋讀 Ohm，K 係最大喎、啊，大佬。我知啊，最細冇反應咪整個最大個碳咯。你啲邏輯都幾好啊！你會考拎咩㗎？生病冇考到。你有冇著褲啊？而家？咁啱有架车仔遮住咗你下半身，不用黄标。你而家去卖口罩吗？系啊，几多福嘅。我录咗你三分钟，你都未戴到个口罩，留意翻。开门又开五分钟啊，谂住。要走楼梯噶，要兜两个圈，揈下两只袖，开门啊，做开门嘅手势。我攞埋啲戒指陪住。喂喂喂，好贵重啊！你小心小心。我哋系行呢边，同你祝贺生日啊 ，Happy Birthday 啊，睇唔睇到啊？一对眼都，呢个好不雅咯，个亮点，知唔知去边啊？你唔知去边又一路行得咁前嘅，点解？你喺度扮傻啊？我哋而家去半岛酒店，我哋嚟食 tea 嘅。但這個呢，你覺得誰好啊？不要說我，你當然是價值貴的啦。不見了一隻戒指，竟然會有人再買了一隻給他，前世欠了他。有咩感想啊？要多谢我爸爸妈妈。仲有咩人你想多谢噶？多谢自己。好啦，你头先系咪敲咗落张台度啊？It's for this one, 法國的播種 Ronan Levin 法國的，我們 Gelato 法國的愛爾蘭的 Go Rigo Off Menu 的號已經開了，大家可以認識得最後的 The Dark 顏色的紙張在哪裡。什麼話？你手上收到這隻戒指還開心嗎？因為出自一隻孤寒鬼手上。但為什麼面會有這麼薄呢？這個殼呢，像哈利波特呢，鄧不利多用來滴口水喝的。根本就是那個殼，由這個構想出來的。一陣間我就算叫救命都好，你都要我喝完水杯，知不知道？這是時辰到了。有沒有刺激我？你自己無端端跳了一隻這樣做，嚇死周圍的人，雖然沒人，沒人的，包場水炮攻擊，水槍絕招啊！那個叫回到家要清潔一下隻戒指啦。櫃姐上身，而家訓練一下你做櫃姐，輕輕捽下佢好啦，太大力啲石會甩噶。我哋咧而家就收翻個盒度。點解你唔係？拎住塊布擺落去嘅，孤你阿媽！你做櫃姐唔合格啊！似唔似美少女戰士變身啊？跟邊啊？飛埋嚟，跟住打開有粒寶石。收翻入口啦，收工啦今日。攞埋條繩啦，揾揾走出嚟。咁生猛咩？叫人 like 同訂閱啦。like 同訂閱啦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